十号台裁判员刘法红，运动员陈志刚、严子凡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吴双毅，运动员刘怡、李超。十二号台裁判员王豪，运动员李克、江东雪。十三号台裁判员徐景言，运动员张烨、张子豪。十四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黄勇、李淑春。十五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吕超、武涛。TV 一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记录裁判员韩文涛、尚慧红，运动员樊志宗、史天奇。下面比赛开始。裁判员开始计时。
Thank you.
们。是。
三名，黄雅静。Thank you.
算你孙秀老师分一点。第四节，李思松的。
Thank you.
第四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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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시장에 들어가. 就是看看呀。第六，李书春还是。
第六局，王宇，两分三分。
OK。四个球。这张底是松开的。
十秒。原石，
分上，比分四五。
结束，比赛继续。延时。是好的。Thank you.
电子版的应该是四十一，不知道刚才我们还不知道啊。延时。十秒。距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。
秒。延时。
9:50场次的运动员现在开始入场检录。Is fine.